9月25日晚，张译在微博晒出安吉和小鱼儿合影，并写道：“张张都是剪刀手，还有三个叶的手势表情。”照片中的兄弟俩，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站着，都纷纷比出了剪刀手，默契十足。网友见此纷纷评论道：“看了一眼相册，确实超级多剪刀手，鱼儿都不比划三叉戟，还不表扬，可能你就交了个剪刀手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We'll be right back.